乡亲们过年好！啊，给你们拜年了。我这个孙子在国外吧，干的挺好，钱也挣的不少，特别孝顺我们二老。这点好，这老太太可就来神了，嘚瑟起来了，敢买敢花，大手大脚。我写了几副对联，还找了三个姑娘，教训教训她。老康，接对联。哎呀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！不是，那个磕完头了，给钱。你这个主任可真忠，为了得两个过年钱，不怕把玻璃盖卡缺清啊！我告诉你，这不是母家，是吉林电视台的演播大厅。这你了吧？我知道啊。你那抠样吧，我就真给你磕，你也不能给我钱。你太了解我了。哎呀，哎呀呀呀，咋整这些鸡呢啊？今看今年是鸡年了啊！不光是鸡年，今年还是我的本命年呐！啊，今年还是你的本命年，对，又是鸡年，对。那么你是不是应该给父老乡亲跳个鸡舞？大家想不想看呢？啊！掌声，掌声，音乐。过来，过来。好好，停停停停停！哎，停停，落下吧！这怎么还要这么起飞？是怎么的？这咋的？哎，我再给你2块钱压岁钱，你能不能给大伙再打个名，借这个劲儿？躲吧拉去，我给你下个蛋得了呗！这啥玩意儿？又给我送对联来了？我的原创，你看看是不是正能量？看上联。打虎拍羊得民心，行。看下联，反腐大业挣乾坤，行。找个横批，横批自己掏啊。这在哪儿呢？这不就让你们贪就进去，行不？好，好啊，好啊，正能量，你可必须的嘛，送给我了，可以可以，送给你了，嗯，贴我们家大门上，好好贴大门上，那个二门我再帮你琢磨一个啊，不用不用，嗯，大门说的是国家啊，二门说的是小家，小家我琢磨好了，就你那抠抠搜搜的，你能琢磨啥呀？我吧你就不用你说，我都知道你写啥，哎，上联肯定是新三年旧三年。下联缝缝补补还三年，横批呢？天天认真。你把我说的一点也不与时俱进，是不是？那就是新两年旧两年，缝缝补补还两年，横批还是天天认真。我削你了！你削我也是认真。不是，我写的是新一年旧一年，缝缝补补又一年。横批呢？急急缝的。真的吗？大姑娘美了那个大姑娘了啊！走进了青纱帐，孙子挣钱在那花，这心里天天乐哈哈呀！哎，可是你们不知道啊，我老头抠的磕碜巴拉，下碗盛菜那油盘子都不让刷，拿个馒头往下擦。这不，我买个名包不敢往家拿。哎呀，我想个招儿。给他买块名表，拉拢拉拢他。哎呀，对了，哎呦，我这包，哎哎，那兄弟，你过来过来过来。看到家了，兄弟啊，那姐姐寻你点事儿。你寻我啥事啊？这包你先给我拿着。这么贵的包，我可不敢拿。别别别，你给我拿着，到时候吧，我给你眼色行事，行不？我这一飞眼儿，你就给我送回家来，行不行？行啊，太简单了。谢谢你了啊，好。好吧。二嘞，全都搞定。明吧，行行行，哥，哎呀，回来了啊，回来了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磕碜了，主任在咱家的，主任在家管啥的，抠哥啊，这名字起的好啊，既符合实际，整的还挺甜蜜，那个你管嫂子叫啥？花妹，怎么叫花妹啊？贼拉能花，贼拉胆花呀，啊、哦，这么个花妹，又花多少啊？花多少？今儿个这都是给你花的，给你看看啊！哎呀妈，世界名表，12个钻的，好钱不多，才8万。来，多少钱？8万。哎呀，哎呀呀，
老头你别吓我呀，你看你这是咋的？没事吗？你别没事，没事吧？没到，嗯啊，是咋？没事吧？哎呀，你妈啊！你知道我为啥管他叫花妹了吧？啊，行不行这么花？啊，这么花对不对？哎呀呀，花妹唐抠哥，您不怕花钱多加十分？加啥分啊？加分啊？你瞧你这样，上对联，钱啊，这怎么回事？上前边给我念啊，上联，可花可不花，别花；下联，该花必须花，少花。横批，花了花啥？啥叫花了花啥？那不就你这学问，你这个对联嘴是偷的，人家花了花啥？啊，花了花啥？学得好，加20分。下去，加20分啊！哎呦妈呀，必须怎么的？我说你是哪伙的，还加20分？人家写的真好啊！哎，老头子，你看这块表，你戴上中不中？来，啊不戴。抠哥，哎呀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它代表我的心。世界名牌走得还挺准，戴上它还挺抬人。你还唱啊？你就这蹦，你也得把它给我退了。哎呀，抠哥！哎呀，我起来了！哎呀，宝贝儿！这对退，不退，退不退，必须退，不退不退就不退，退我看看，还是退了得了。你这哎呦我的妈！这你干啥来了呢？不张涛来了吗？你上来干啥来呀？我来干啥来了？你看看，这是花妹买的包，世界名包。他买的包咋到你手了？要我给保存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这人咋这样啊？你太不讲究了！我不说给你眼色行事吗？你上来干啥呀你啊？那你刚才又飞眼又掉棒的，我现在这功你让我上来了呢？不是，你听我说啊，刚才我那包老贵了，你夸着夸着这么拍，你把我那珠子拍掉一个，你赔不起。我赔不起，我能躲起？你往哪躲？你跑哪我追你哪？怎么的？我跑哪你追哪？啊？真的呀？啊？你跑？我上男厕所。我告诉你老抠，就这个包世界名牌，比你那表贵多了。我说不实话，你其实他也是当回事啊，他就是名包吗？怪不得这么跟我发洋剑，原来你给我买表是来给你自己买名包做铺垫，是不是？啊，花多少钱了？你把舌头捋直了行不行啊？10万。老寇，哎呀妈呀，老寇你咋把药瓶吞肚里？老寇快吐出来，那药搁这瓶子不能化，嫂子你快点扑远，要不然就出人命了，快吐出啥人命啊？我不就花9万块钱买个包吗？啊，至于你这样吗？还把药瓶吞嘴里去了，有能力给我咽下去。不是咽下去。不是李嫂，你别往前赶，再赶一会儿真上医院了。哎，不能寻短见，加10分。我不要。我问你，你买这么贵的名包，你装啥呀？我装钱。你才多少钱呢？你呀，这两个，你钱再多哪儿都能装啊，尼龙丝袋子也能装。实在不行，你搞水烧装。小偷净拉名包，他从来不拉水烧啊！哎呀，你现在抬杠呢。不是，你看哪个大款出门不拿名包啊？啊，谁拎着水烧可该撩了。那就喂猪。你挣钱吗？你挣钱吗？我不挣钱，我孙子挣钱。你这是啃小，还不自脚上对联。你真行。上前边念。啊，念。上联。自己挣自己花，无可非议。下联。孙子钱你乱花，这算咋地？横批我念，纯属装屁，加20分。你不怕事大，加啥20分啊？谁装屁呀？谁装屁呀？有钱不花，死了白搭。对，我孙子给我寄钱的时候就说了，
爷爷奶奶，你们想花钱就花吧，这么大年纪了还能花多少，想买啥就买啥吧。对了，我跟我孙子视频的时候就这么说的，来打开你看看，来看看是不是这么说的。来老头你看看，是你看你孙子视频那说的，我看视频。哎呀妈呀，你是谁呀？我是你孙子对象。拉倒吧你这孩子，别看我孙子有俩钱就往上贴啊，我孙子他对象我认识。他俩黄了。黄了？哎呀妈呀，前几个月俺们还视过频呢。你视频完了他俩就黄了吗？用啥呀？不是这个手续不对，就是那个方面少个章，把好几千万的货全给整没了。你孙子跟人家理论还让人家揍了个鼻青脸肿，他那对象一看他彻底完蛋了，一脚就把他给踹了。这时候我就冲上来了，亲不亲听口音，咱们都是吉林人，我不嫁他谁嫁他呀？啊，我不嫁他咋翻身呢？他打掉牙往肚子里咽呢，竟给你们报喜不报忧啊。在国外挣钱那么容易的吗？哎，那啥，就那个，他不让我跟你们说了，我不说了啊。老公，我心里想出来一副对联儿，我说出来，你写呗。你说吧，我们能听出来上下联儿啊？是，我们也能听出横批。你说吧，嫂子，上联。孙媳妇儿一席话。像把针扎。下联。孩子挣钱不容易，不能乱花。横批。花妹错了。哎呀我的妈呀，花妹认错有一套，此时不拥抱何时再拥抱啊。花妹这臭哥就抱呗。哎，花妹呀，大家小家都在发展中，脚踏实地才能不踩空。要想实现中国梦，艰苦奋斗的精神永远不能扔。好，对，上对联。啊，上联。勤俭持家是正道，奢华攀比没必要。横批，考的对，好。